今天是我们民俗天灯节，我的点灯写的很简单，点亮新的美好台湾。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刻，我们仍然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能够有一个幸福平安的夜晚来平息放天灯。今年我们限缩了人数，把安全做到位，谢谢大家把防疫第一个优先。我相信我们的疫情，因为大家的努力，很快就会过去。今年我们最难能可贵的是，我们迎来了 AIT 的新任的生小两次长。谢谢吴叔处长带领的所有 AIT 的所有的伙伴一起来分享新点灯。点灯平安快乐红灯天灯节，他刚刚告诉我，我们平息的天灯节是国际有名的，很多人从很多的杂志、很多的报道了解台湾，爱上新北，就是从天灯节开始。所以他今天非常开心，带着他们的眷属，带着他们的同事，来到我们台里这样一个活动。今天的一个主灯，我们用插画来做故事，把我们新北重要的地点活动都放在我们的天灯上。当然我们今年特别设计让越在地越国际，把新北的一些美景跟国外的美景做一个结合，待会会随着一起冉冉上空，让我们所有的一个活动跟景点能够行销到所有的地方。今年我们希望能够疫情顺利的过去，然后让台湾的经济不断的起飞。市长会跟大家一起努力躲好疫情，然后让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让我们台湾越来越美好，让我们台湾一流新北的点亮，充满了希望。